主料：金针菇一包，辅料：辣椒油、盐、麻油、味精、白糖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准备食材：去根洗净，烧水，水开后滤烫一下，捞出放入凉水中，控干水放入盘中，倒适量麻油，加辣椒油，放味精，加盐，最后加白糖拌匀即可。麻辣金针菇做好了，放点香菜叶做个装饰。烹饪技巧：水开后放入金针菇即可关火，不宜时间太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